身球，哇，这是一个快速球哎，在量好球之后的一个快速球直接砸着，哇，这真的是闪不掉，哇，打在肋骨，确认那一发全垒打其实就是打曲球，这一球又是打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？抓到那个掉下来的点哦，就可以进站。对，哦，碎哦碎哦，看似一个中间方向的落地的一支一垒安打，但是呢，前卫跑者柏林上三垒，新元旭也利用趁传球进站二垒。双双都是靠跑垒的判断哦，往前进一个垒包哦，哇，这个安打没有问题，而且也很快接到球，但柏林的判断很好，哇，他绕过二垒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有机会上三垒，看他绕垒都没有放慢哦，对，他看到这个传球一高起来，中间没有办法做转接啊，新元旭也上到的。三游被收球之后选择抓出局数，好，富邦用一个出局呢换下了分数，那现在是2-4，一开始守备站位就采取抓出局数站得很深了，所以这个滚地球有打点，也没有看本垒这边的跑者，本季的第一发全垒打，生涯的第二度重炮轰击，德保啦！哇，打德保真的很有一套哦，好漂亮啊！这个速球完全带中。而且这个全垒打呢，也立刻帮助了他今天的先发投手戈威士解套，立刻解套。戈威士真的要好好的谢谢戴培峰，是平手。